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医报地球啊。什么叫医报？我们人都有所谓的正报和医报，那医报是随着正报转的，就你这个人的福报有多大啊，你得到这个人的报身，他有一个伴随的医报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人他过去了有多修得多清净，那你就会有一个医报，什么样的配偶伴侣。你这弘法利生啊，以前有没有都跟同修啊非常的有爱啦，有情有义啦，协调配合啦，这真心诚意的相扶持啊，那你这个修行人，你有一个医报哇，你有很多的金刚师兄弟法友法眷啊，你要做什么事情大家都支持你啊，都帮助你啊。所以你的医报是跟着正报转的，对不对？将来你就是尽此一报身，你的医报变成什么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你这个正报身要不要提升转变呢？当然要啊，是不是？你看你的正报身如何，你的医报有多少钱，有什么工作，书读得多高多低，你住什么样的房子，你有什么样的家人，有什么样的兄弟姐妹邻居，这些都是你的医报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有些人他怨天尤人，说别人的医报那么好，我的医报那么差，把别人的医报换过来，你换得过来吗？你试试看，你把总统的医报换到你身上好了，是不是？你把院长的医报换到你身上，没办法换呢。所以这简单的说，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地球啊，这个一科学来看呢，就千千万万的星球联合在一起哦，就是变成一个星系了。地球只是其中一个呢。佛教来看呢，就四大部洲啊，就是这个北俱留洲、西柳贺洲、东胜神洲、南瞻部洲啊，这是我们是住在南瞻部洲啊。这四大部洲就是一小世界，一千个一小世界就是。一千个，这南瞻部洲四大部洲是小世界，一千个小世界叫一小世界，小千世界。那么一千倍呢？小千世界一千倍就是一个中千世界，那再一千倍呢？就是一个大千世界。小千世界、中千世界、大千世界有三个千，对不对？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它非常的广，它是一尊佛的教化区。那我们教主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他的教化区啊。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域，这么大的一个环境，在佛的眼光看起来，这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。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然后对我们凡夫众生那是不可思议啊！你用天文望远镜来看都看不到啊！这对佛来讲，它就像什么一诃子。这个诃子就是有一种树啊，这种常常入药的树，它的果实呢叫做诃离乐果，有很多的。本尊手上拿着诃离乐果，对不对？四大天王好像有一尊也拿诃离乐果了，这财神也有拿诃离乐果了。那这个诃离乐果的种子叫做诃子，这个它的形体像什么？像白戒指那样小小的。你看这么小，像白戒指那样，它怎么跟三千大千世界相比的？那没有办法比嘛。所以有它的本性来衡量三千大千世界和诃子。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组合而成的，所以戒子能够含藏广纳须弥山，须弥山它也广纳含藏戒子，就是叫须弥戒子纳须弥，须弥纳戒子，这个样的一个佛家语就是这样讲出来的。大小它的本性是平等一如的。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就像这个诃子那么小，它的本性是一样，是无二的。
所以在佛无二的眼光看起来，三千大千世界如一盒子，那它是一样的。这个佛陀他也是直观事物的本质，对不对？